为了生活要生活。哎呀，你这么一说，我就想到了我们的华仔了。你哥哥不在，这活就是你的。好。鹏鹏打喽！打到了，何老师。没有没有，就飞过来而已。太恐怖了，小欧啊，这里东西你一个都跟你没关系，我跟你先说清楚啊。我来把饭先焖上。哇，这样啊！哇，准备炒菜了。哇，哇呀呀呀，要了命了。那我们用干辣椒弄点剁辣椒一起炒腊肉，好不好？好。每个椒都可以放一点啊。哦，哇，好香哦。味道好极了，出锅了！哇，赢了！嗯，这个蛋看起来很好吃，肯定下饭。好嘞，直接端出去吧。好，对，吃饭，吃饭喽，吃饭喽！哇，我们这三口之家，哇，这个肉。来吧，来吧，鹏鹏，辛苦了，黄老师，辛苦了，黄老师，也敬我们大华，哎，还有大华啊，大华，不，这不合适啊，啊，远方的大华，哎，爱你哦，想你哦，大华，比心啊，还有呢，也跟我们所有的向往生活最热心的观众朋友们，报告一下，我们回来了，啊，跟大家 say hello 一下，好吃吧？好吃，真的好吃。我特别拿了个勺来，湖南菜就是这样。嗯，朋友们，你们看这个腊肉，这样炒完了之后还是粉色的。就是湖南人这个腊肉挺绝的，看着黑的跟木炭似的。莴笋也好吃。好吃。有家里这点腊肉，萝卜干。过一季是没有问题的。哎，这八个人吃都够了，我感觉。对，这个真的，明天早上下个面啊，是吧？做马子，做马子。那鹏鹏你少吃点吧。好。开玩笑。你可以早饭多吃点。啊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仔仔来。好香啊！来，小欧你的。哪个仔仔要吃饭呀？快来，好，好，哎呦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别慌，别慌，多大点事儿啊！慢点儿，一人一个，慢点儿。这狗太逗了，还。小郭，小鹏儿。这狗太逗了。小朴，小朴已经吃起来了，你吃一个，来，快，小朴快。小鹏，小鹏，这，快。哎，小郭，小郭，哎，仔仔，这里，哎，傻子，这里，上面，哎，好，小婉呢？小婉 ，no， 不是给你，哎呀，慌什么你？哎呦，太难了，要搞平衡太难了。就是让他们，是让他们自己抢的，何老师。不是，这个一点都没吃的，小鹏。小盆儿，小盆儿，这小碗没吃还是小盆儿没吃来着？完了，忘了。好，小碗呢？小碗。
那个没吃，那个没吃，在这儿呢，在这儿，吃。你们不吃，你不吃，你让他吃，让他吃，您不吃。老师，你不吃，老师，你别管，让他们自己想办法去。这一点都没吃的，那没事，那他就要学会坚强一点，是吧？等他吃两口，吃两口，差不多得了，快点，抓紧吃。好，他就得自己想办法。好了，吃饭，哪累死我了。哎呦，他们吃完饭，我能多吃一碗饭，跟打仗一样。打仗，哎呀，太好玩了。No， 小飘别这样，飘哥，小欧啊，你这个当妈的带着头，飘没有小朋友吃这些东西的，嗯。这可不能吃。No，他这欺负人是吧？然后我不会同情你的，我刚刚看到所有的宝宝里面你吃最多，一个人吃了两份，后来我单独又给小盆加了一份，我知道就是你。哎，快点，走，都上了，现在开始。我不是进了盘丝洞了吗？真的是一群小妖精。我打了，小屁。本来是个温馨的、真真的这一个晚餐，现在被你们搞成什么样子了？是非得要我站起来吃啊？我吃。忙了一天，累了。哦，越狱，这是谁？我的天哪，他怎么出来的？哇，这个出来一定给关腊肉，这是属猴的吗？这一定给关腊肉，这太厉害了！哎呦，可惜了，放弃了。哎。好运！哎呦，快了！哇！哎，出来了！来，走，行了！他是不是后面踩着他？对，后面有人帮忙。一直越狱吗？哇！完了，他也不敢下了。傻了吧？上也上不去，下也下不来，就站着吧。这是谁啊？小朴吗？不是，小盆。四妹啊，你真是身轻如燕啊！后面还有 Q 的，进退两难，一位王者。哎呀，我给他抱回去，站在那儿别吓坏。来，爷爷抱一下去，啊。哎，完了，哎，是去弄这个，弄他去了。哇，吓的，炸进去了，我这个。我觉得这个四个小狗啊，如果有这个有缘人领回家做它的主人，好好照顾它。其实我们也可以将来在电视机前找一个观众朋友，也可以爱他们，而且狗狗喜不喜欢他们？哎，叫我一个。我们感谢所有跟随我们一季一季的伙伴，我们一起来开创新的一番向往的生活，成为更好的自己。特别感谢。快点看着节目啊，等到节目杀青的时候我就瘦了。恐怖呢？这孩子这脸蛋子，我也是。你吃吧，没事，你岁数大，你多吃点，你也没有减肥压力。我等着有一天你老了胖了，没法吃了这饭。
你再盛点饭吧，我看你这往锅里看。没有没有，吃吧，你这么年轻怕什么？明早上起来上村里溜达一圈，把每家的柴都给劈了。我给你盛一口。不不不不，来来，我亲自给你盛一点，不给你多盛，好吧？现在你哥哥也不在，我们只能宠你一个了。对呀、啊。这个菜有个很大的问题，你们知道是什么吗？因为它开胃，对，所以越吃越饿。对，狗是不知道饱的嘛，因为猫是知道饱的。鹏鹏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饱。你是猫还是狗呢？然后回头你再看看彩灯，难道彩灯没胖吗？看，黄老师，你看彩灯。我一直怀疑它是假的，它不是那只彩灯。灯儿啊，你胖了，灯儿。灯儿啊，灯儿，是你吗，灯儿？那你可胖了，灯儿。啊啊，尼克拉斯。狗子，啊，狗狗狗狗。黄老师电影《狗眼看人心》，请大家多多支持，这就是我们的电影海报。哦哦，狗眼看人心，来一个全家福，先不管崽子。也不知道大华现在一个人怎么样了，他是在哪儿上学去了？他不只是上学，他。